的人，最主要呢是希望讲，在修持的当中，咱一届一届来消除咱的业障，业障消除，自然咱的福报就会当增加。咱若无消除业障，不管你是用偌济时间来修行，或者是讲在佛门的中间来付出偌济，可能呢，咱所得到的功德真少。如果在咱一世人修行的中间，咱也毋知影讲，每一种咱是要做业，然后去做业呢，可能会有真正大的影响。这个代志是安怎呢？昨暝我有伫这个所在，甲大家人分享讲，咱遮有一位技师，伊总希望因家己家族的人会当来了解一寡佛法。好不容易一直甲劝，一直甲劝，劝劝的呢，伊连姐姐甲姐夫呢，来遮念一日的佛。要回去的中间呢，伊就去你顶馆甲我相识。啊，就有人甲我讲，师父甲你讲，迄、那个人来吼，我的腰都痛到痒痒，要回去啊。啊，若话回去吼，我这個、我若无讲，我这個腰可能今晚吼特别困起。啊，已经要落来坐车了，有人来叫去楼顶，唔讲是啥物原因。啊！你讲食鱼啊，鱼啊，都拢讲你家己撇你的脚掌片，撇家你的脚掌片用要断去。因你的鱼啊呢，就知影讲这个姐夫真正身体无好，哦，啊，搁知影伊厝里有一个问题，一直甲讲姐夫，你是不是应该来改变？这个姐夫讲，我听鱼啊吼，足侪我若讲食素食，我断去会叫笑死。啊，然后呢，迄、那个囡仔呢，突然间就想起讲，因有一个囡仔，应该三岁还是四岁吼，有一日就喊，除了一个三岁，一个四岁呢，跋落一个衣裤拉丝。伫这两个囡仔跋落衣裤拉丝之前，迄、那个衣裤拉已经有淋湿三个囡仔，嘛是拢都生生的跋落去，吼、哦。伊才想着讲，即、這个姐夫呢，即摆嘛是真正拢拢咧食迄落鱼仔。迄、那个查某囝吼，出来苦口婆心一直甲劝，是咧讲即个问题。啊，咱遮个菩萨咧，听听咧咧讲，人事讲咱头前遐鱼仔挂死五个囡仔。即位技师是想着讲，毋是伫咱头前遐挂死个，但是伫高雄遐挂死个。伊一直甲讲，伊讲毋是伫遮，伊讲有啦，早暝书都免讲伫遮。啊，即、這个话若一个团嘞，厝伊门口遐吼，伊伊也挂死几个啦。啊，根本都无个代志。问题呢，是由这个吼，咱来会当因讲，咱有足济人，伊啊听袂落去吼，咱就去讲话啊啦。伊嘛毋是讲要讲咱门口的代志，但是我想这毋是，只管是门口的代志重要无重要，是讲咱即世人的中间，即个嘴讲话讲出去了后，咱拢有责任，有当时啊害死啊。咱即摆嘛有台东的人在遮呢，我会记起吼，台东有一个信徒，有一摆来高雄讲，哎呦，有事事我来讲，我无来吼。台人一个吼，袂使阮查囝拢预备，互阮迄个囝婿拍死呢。迄个囝婿四十年前是伫一个银行咧服务，阁是真高级的手啊。娶着迄个某呢，把迄个某当作世界唯水的吼，世界唯好。所以伊袂使害出门呢。你要学钢琴，我请钢琴老师来遮甲你教，袂使去银行教先。你要学插花，我请人来甲你教插花，袂使出去。
因遐个人就知影讲，哦，伊足疼这个水果，哦，足疼这个水果。有一日呢，从银行内底人讲，好，哦，我看恁迄个太太吼，头拄仔甲人讲一句话哦，吼，哦，就讲迄小白脸哦，因这个人转去无分青红皂白吼，甲迄个某拍到去入面。一届过伊伫厝里呢，吼，哦，啊，就因这个太太落来倒粪扫的时阵，伊嘛落来，看到一个少年嘞，哎，咱人拢有一种反应啦，哎，看到人家在做什么，掉眼睛看一下。伊讲，你一定甲这个有熟识，要来到伊遐，起码看到我一只面孔，就甲拍。咱即摆嘛有足济人讲吼，人家看他一眼就拿刀杀人嘞嘞吼。何况，伊讲我亲眼看，不管迄个少年阿讲，迄个嘛拢在拍他入面啦吼。有一届哦，哦，阮台东的人嫁，啊，就咧去度蜜月，较早的人哪有去国外？拢嘛伫先来安尼佚佗。伊讲，哦，阮有一个同学嫁伫台南，哦，哎呦，啊你呐，蜜月吼来阮这个所在度蜜月啦，结果伊就来呢。阿妈，我就甲带去安平古堡啦，去对吼，佚佗佗咧。啊，当然咧，人员食太过甜到大，就甲伊讲啊，你吼后日若倒来台东吼，你都爱来阮遐哦。哦，迄，那个先生嘛是讲，有影哦，你若倒来吼，爱还倒来还招待一下。好，这个先生甲迄对阿妈我带出去了，伊个我拍一个咁个死。伊讲安怎呢？你有介人爱买啦，啊无介人爱买吼，是安怎？伊嘛要叫你去，即种的误会，迄就是错汤哦，吼，这是和别人无关的，伊都错汤都有法度安尼。我细汉的时阵，伫学校人就讲，来，一班五十个人嘛，吼，啊，都五百啦，吼。就那个最前面那个，来老师跟你们讲嘛，细细声甲讲了，讲讲讲，恁回去甲恁恁班人讲，为头啊传到尾啊，哦，讲某一个同学请假，哦，一句话啦，一个讲吼，某一个同学请假吼，破病伫唔当啦，一个讲已经去一年啊，有讲要死去啊，啊有讲吼，迄个同学吼，伊阿妈安怎啦，伊阿妈刚刚讲某一个同学请假呢，哦，拢生到一个囝。所以咱下个人有这种的经历无？真正我从我学佛一个世纪，我见过的事情太多，我就感觉讲下个人足可怜的。来念佛念念念出来的时阵，咱拢讲吼乌白白故事，敢那专门这个故事，我伫遮有足侪人拢有听到，就讲吼头前迄个真厉害，挂死五个。啊，何况咱跑落去啊！是相信我的条件，跟人做伙，伊讲我的消息上灵通的啦，我啥物拢嘛知影，啊，就后壁去讲。哎，有段时间看到我不在，你看把那个卫生书翻笑完嘞，我再带几句翻笑哦，伊讲比我较知影嘞哦。啊，有诶，即摆来到咱乡咧，因为伊过两年拢无闲，通啊来。啊，有发挥时阵来者来者，伊讲，有啊，啊你是拢当时他转来，我讲，我常常伫遮诶，无啊，你毋是伫美国一个道场，你拢住美国，才有发挥你较转来者。我讲我已经可能伊买好过来了吼。有关如果的这些，我刚刚咱你讲。元宵三重之外，那这个中间就是这个考验的。哦，我用这样甲咱讲，咱看普通时啊，饭袂使食遐济，鸡绝对袂使学袂讲。像我个人的哦，很多那个传话的都传很多，我感觉啊，这我拢无需要去来听，但是我就是着咱众生沿路来拜，沿路做庙的这个科判吼。哦在家人一讲都有这种的，何况出家人？咱家就即卖诶，那个老人家也在这里啦，吼、哦。阿爷妈妈吼，因早囝吼来下好了，就劝甲伊要安怎？妈妈较紧来拜会来食素食。伊迄个爸爸东港的人啦，吼、哦，住伫东港的。啊，
在台湾嘛是甲伊也有关系，出去甲到国外嘛是拢做迄、那个哦商业的物件。这查囝吼，就安尼一直想尽办法。啊，爸爸，你回来只要你愿意要食素食吼，身体无好啊啦吼，我买一间厝予你吼，啊，把钱吼交到迄个素食馆，要予因这个爸爸去食。讲啊，交外久啊，来交几千块吼，食到200块，无爱食啦吼。吼，啊，有一日呢，伊个朋友讲亲戚，吼，就是这个爸爸的朋友，我即马讲话爱讲较好势吼，来对一个人讲先。这个爸爸的朋友讲先呢，吼，啊，就拄啊好，咱入去有教的所在来做医生吼，做医生了，互伊讲，嗯。阮迄个老朋友，迄个事我看了有教伊，吼，即个查某囝就是讲，较紧哩，我叫带爸爸去皈依，皈依了呢，有即个事讲啊，就对啦吼。啊，就听讲即个事呢，已经饲鸡啊，饲偌济，后来看到某一种现象，伊怎不如办只鸡啊，做一个新手起来，迄个所在做道场，啊，就去修行，吼，所以即个查某囝就是，即个。我爸爸呐，好这个事来来沟通一点好，就是讲伊在咧破病的时阵，伊就甲讲爸爸，你能食迄吼，啊无吼，我再来，你问恁师傅啦。伊想这个事一点会鼓励伊这个爸爸去改变饮食，但是伊听到讲，我昨天拢叫我食素食啦，伊讲摆做你摆到后边听听有迄种，然后这个师傅呢？后来，台湾应该是有人用这个条件来讲，师傅，有一件事情哈、哦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到某一个地方？你告诉那个师傅哈、哦，跟他爸爸讲完没有多久，他自己心脏就去开刀了。开几刀了呢？大概那个身体嘛是无法啦好。因为他还可以出某一些东西啦，吼、哦，还佫会使食其他的物件，所以要安怎调，要安怎调都调无好。然后这个师傅呢，后来，台湾应该是有人用这个条件来讲，师傅，有一件事情吼、哦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到某一个地方？你告诉那个师傅吼。哦跟他爸爸讲完没有多久，他自己心脏就去开刀了。开几刀了呢？大概那个身体嘛是无法啦好。因为他还可以出某一些东西啦，吼、哦，还佫会使食其他的物件，所以要安怎调，要安怎调都调无好、哦。他很客气哦，要带我去吃，然后是诶，我的信徒，吼、哦，伊人外国的。师傅来时阵嘛是拢吼，我拢也甲食，带伊来食，伊照管理。他在下我第二个医生，我转来啦。我讲某某人吼，你来讲，讲吼，我唔爱去你食。伊见到下面拢总咧做海产的，伊讲外国的法师来，我嘛是甲带伊遐伫个餐厅。尾啊吼，我伫外口过电影院食的时阵，伊讲啊无来甩卖伫个餐厅。人若看到一个出家人，你去拢伫迄落海产的餐厅去食，要安怎？嘛一定嘛是食迄种物件，哦，我无去食。那第二天，他的信徒就说：“我感觉你来讲关心你啊，叫些我讲吼，诶，平平所谓诶，迄落鸡啊鸭啊拢中几百的吼。那后来他有那一位居士吼，迄个鸡啊你讲大殿道帮忙，真正是伊左右手的诶。”诶，那个女婿哈，伊是伫某某大饭店哈，完了真重要的酒馆哈。那在去年哦，拄啊因丈母娘哦，我有去的时阵，一段时间呢，伊甲咱家己一个居士来参加了，他每天都吃地藏经，而且听我的劝，他吃素。你看，伫大饭店来面的哈，但是伊哈。几啊个月拢袂睏起，愈食迄个安眠药愈济。啊来我家了，哦，我们第一天早起，我们这里一个信徒看到那一位，一看，伊嘛看伊阿哥，伊阿哥嘛看伊，讲我阿哥伫台北来走来吃，伊想讲，哎，阮孙阿都伫迄个大饭店，伊有甲袂来吃？
然后他就告诉我，很欢喜的说：“师傅，我终于哈，无食安眠药，我食素食，我要安怎上紧吼？我即卖人倒来打工的时阵吼，我要台湾迄个妈妈的师傅遐吼，要跟他讲某一些问题。出家众应该是要带在家居士，能够真正消业障，哦，啊，有关心想所作业。”嘴来所讲的业，吼，也是意念上唔叫伊叫内，咱应该拢慢慢甲，甲清掉啦，吼。所以我常常感觉讲非常欢喜，虽然咱是伫即个地处内面咧修行，唔过我拢讲，恁的意念若唔是安尼，恁就是讲来遮来学习即个道场，恁就会当较好吼。我无欢喜。那我刚刚讲到那一位居士咧。我要见过苏妈妈，你可以，她看起来很年轻哦，她画画什么都会哦。伊这边的吼，都带某一个道场，常常去诶帮忙道场的人哦。最近才出去玩很久，回来伊讲，你来阮迄个道场看看卖啊咧啦吼。啊，然后那一位居士说，伊若去参加，想起来是啥物拢两斤两两吼。啊，若就是可能伊要来做即工，伊拢足欢喜，但是入去大殿内底吼，伊若点点的，大概都不会念几句佛号。但是他是到星期六晚上，他说我不能不回去，但是我以后还要来。伊讲吼，我从来心没有这样见过。就是像恁来遮，我无要求恁啥物啦吼。可是恁若就要到这块吼，我拢提包一切来甲恁练嘞。爱讲话，我嘛用包一切来甲练。啊，你个嘴吼，那我也用来练，不拢总去讲讲嘞。昨天还有一位居士说，哦，要吼消迄个业障真难吼。我出去都足爱讲话，师傅讲啥拢告诉那么大嘞，还是嘴用一个拉链救起来，恁来练好吼。也是去做大家心灵的志工，我很欢喜。啊，今仔日好够，对我的老和尚也过来，迄个信道吼，我的算起来说，啊，我的暑假的孩子吼，我到嘉义来以后，他的妈妈还是一直心里面很挂意吼，啊，因的囡仔呢？无论咱怎无闲，兄弟啊，吼，拢招招咧，甚至姊妹咧，招招咧，最少吼都会来一下。我今日我看到因的时阵吼，伊讲师我拢来，我讲你爱甲佛祖讲，你唔免来我看，免话你妈妈讲点名。我妈妈迄阵啊，阿袂放心的是交代讲，恁大概爱来吼。事实上都是从高雄这样子来，有些从台北吼，啊，兄弟姐妹拢总来。头拄啊，就有听到我咧讲业力的代志吼，啊，孙阿伯就讲，是我咧讲业力是对一种业力吼，啊，我提个业力哦，看是讲，啊，你这个真正是用迄个傻瓜相机照的，我讲真正是傻瓜相机，伊讲我敢会使提过来问，阮的同事讲。嘛是要爱这个物件吼，啊，这个我来说，除了这个以外吼，我阁有一本个有关健康方面的物件吼，啊，其中就是会讲，是啊，我已经退掉了呢，我讲啊，你去对退，我就去都用迄个杨医师遐退，吼，啊，杨医师因就甲我讲，啊，你这个医生应该我普通时啊拢捌看，啊，你干嘛那嘉义极光寺的信徒？哦，啊，你大家聊一聊咧，吼、哦，咱这全家的人吼，兄弟姐妹拢总来，伊嘛有摕一本转来讲，啊，这阮就是足实的。迄、那个杨医师来问讲，那阮即马规家拢总食素食吼，恁够食素食啦吼？因为刚才讲到那一位出家师傅吼、哦，就是说，足济出家人足惊伊的信徒，那叫伊改变，伊是无爱去，啊，偏偏我唔惊。哦，啊，偏偏呢，我就是杨医师，他会在看诊的时间一直去叫人家这样做，
就是说，因为这个世界存在已经当中讲，咱食这个素食吼，对身体的健康有真正大影响。而且来这的人真正90%以上的人全部都是吃素，90%以上的人哈，都是吃素。啊，我嘛无骗你啦，我讲你若食了，感觉身体愈来愈歹，你就讲食倒转去，食倒转去无要紧，但是吼。你也看有人在笑啊，吼，人找我迄个囝啊，绝对袂找我的嘛，吼。所以呢，那个杨医师，他为什么现在要这样讲？在外星官来，我不希望他是极光式的自光，我不希望他是极光式的自光，我希望他是佛教的自光，能够把所有真正。最正确的知识去传播给所有不管学佛或者是不学佛的人，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位，我现在看到他很难得啊，应当大家都来拜掉嘞。哦，阿姨今天就来当了，他现在在那个泰国哈，突然间滑倒去的时阵，他的儿子赶快来求救，伊就来讲，阿姨的头发已经有出血。那妈妈还不知道自己的先生头里面真的出血呢，回到台湾以后，后来证实真的，他的先生永远都不愿意吃素了哈。啊，因因为当因的囝两个囝吼，拢对那些假说是，以前我们那爸爸那讲吼，他们坚持都不愿意改变，所以我很欢喜，就是说。来极光寺的人，不是只有在这个道殿里面护持。我刚才看到，有一个身影，就是那个杨登军哈，他是到美国，到日本去读博士班。伊大概他妈瞧的是要瞧咱有法会的时阵，伊回来，他妈妈就是说半夜里头去接他，今天才刚刚下车哦。几百长杠，我们在里面的职工看到他的时候吓一跳，吼，讲，阿姨啊，我前一天唔加吼，伊看到人要杀菜的时阵，伊嘛较紧的，吼，要去杀菜。所以，我希望那些年轻的坐在后面那些穿背心的职工，我都经常跟他们讲，不是在这个大殿里面维持秩序，或者是让大家好家靠人堂报底，然后让他们杀。不是这个问题，他们都是学士、硕士、博士这一班年轻人哈。我因为今天我想到这个哈，老菩萨伊无意中去讲的哈，伊嘛是讲伊要做成佛教，但是伊接触了咱们这些外口的人，没有一个正确的知识。我相信他们都是每次法会来为台北来为高雄来，我刚刚有出去接触的人真多，我不是希望他们只做我们极光寺的志工，他应该要做我们 佛法的志工。每一次出去的时候，如果人家有那个不正确的观念，他都能够分享。那你呢，杨正军他还不忘，赶快被一道杀踩到创下面哈。其实他心心念念，他经常跟他妈妈讲：“我回到极光寺。”不是我能够拜佛，我能够从这里了解很多佛法。我相信他在日本也在做我们佛教的志工。我希望咱在座的诸位，不管八戒八戒，不管年纪大年纪小，护持极光寺虽然很重要，但是真正护持佛法。